我女儿在哪儿？你们为什么要绑架她？大叔，你别紧张，你女儿她好着呢。来，进来看。 阿娟，阿娟，阿娟，阿娟！哎呀，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哎呀，哎呀，你们别害我女儿，别害我女儿啊！我说大叔啊，你放松点，我们怎么会害他呢？我给你看样东西，你知道这叫什么？好像是地图。对了，是地图。准确的说，这是中南海的地图。啊？ 中南海的地图，对，我是根据你告诉我的情况画的，不知道画的准不准，你帮我看看。你们想干啥？这儿还有一张，你看看这是什么？这个叫密电码，我根据你说的情况画了中南海这张图，也就是毛泽东的住处，然后我又用这密电码把这张图给发出去了。 你是特务，你是特务！大叔，你这么嚷嚷是要掉脑袋的。你现在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共产党要是知道了你泄露了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有100个脑袋，也不够他们杀的。先生，我跟你前世无冤，今日无仇。对，你要干什么？ 咱们无怨无仇。明天你到花市去一趟，只要你乖乖的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你们是要对周南海？哎，这回算你聪明。明天我那儿有份东西，你帮我带进中南海。不行，先生，你们可不能害我呀！真的不行？不行，共产党对我那么好，我可不能昧着良心干坏事。良心？ 良心值几个钱啊？先生，你们可不能逼我呀！我就是死了，我也不会干的。老东西，你这条老命老子还不想要呢！哎，我要的是你女儿的命！别害我女儿！别害了我的女儿！你们要杀药馆都冲着我来！你们放了我女儿吧！我今天把老命都交给你们了！我求求你们放了我女儿吧！ 两位爷，两位先生，两位先生啊，放了我女儿吧，放了吧！要想你女儿没事儿，那也容易。你必须照我说的去做。老头子，您别害怕，这一次呢，只是考验你一下。我们老大说了，只要你听他的话，什么黄金呢、美钞啊，样样都有。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我女儿，我就要我女儿。你听好了。 检查好了没有？好了，好，那好，咱们走吧。
现在敌人的活动更广泛了，越是在这个时候，你们越要提高警惕啊！好，我知道。哎，你们都进了中南海了，要不要去看看主席啊？张处长，你说去不去啊？我看还是算了吧，主席这么忙，我们就不去打扰他了。再说，您交给我们的任务，我还得回去传达呢。那也好，好，那我们走了。嗯。没事，这边有点不太好，就别放进去了。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嘛，确实有点不太好，就先把它放这儿吧。种花来了？啊，不是花，主席喜欢观叶植物，说摆花浪费，讲排场。都查过了吗？你们查过了，只是师傅说这盆东西不太好，和刚才在花鸟市场是他亲自挑的嘛。这花怎么了？和那些有什么区别啊？它有点不好看，叶子都掉了。还可以啊，真的不好看，有点问题。问题？什么问题啊？我这盆确实有问题，就别搬进去了，是有问题。你们都查过了吗？这些花？查是查过了，嗯，就是不知道师傅为什么把这盆给搬了下来。我怎么觉得这个花和那些花没什么区别啊？这个你看，叶子都掉了，真的不好看。你看，颜色都黄了，我就怕主席不喜欢。真的不好看，你看你看，赵丹。
是你把我给救了，谢谢。不用谢，你的生命比我重要。小金，你听着，这话你说错了，你和我的命一样重要。啊！我真的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们是在花鸟市场认识的。他听说我在中南海干活，就请我喝茶。你就是这样加入特务组织的？不不不不，我没有参加特务组织。顽抗是没有好结果，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我确实没有参加特务组织，两位首长明察呀。那好，我问你，既然你没有参加特务组织，为什么要把炸弹弄进中南海去谋杀毛主席？首长，我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谋害毛主席呀，都是他干的。他把我说的中南海的情况画成一张地图，拿这个来要挟我，还绑架了我的女儿。所以你就上了他们的贼船，把定时炸弹弄进中南海了？不不不不不，我发现他把那盆天竺掉了包，我想他可能动了什么手脚，我就把车停在中南海门口了。他放炸弹的时候你不在场对吗？共产党对我这么好，我可不能昧着良心呐。可他们要杀我的女儿，还要杀我全家。你放心吧，你女儿现在已经在家里了，非常的安全。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可是我恩人呐。只要你配合我们的工作就行了。首长，我一定配合，一定配合。然后你告诉我，那个人住在哪儿啊？我帮他送个花，就在前门不远的一条巷子里。你还能找上一条巷子吗？能。那好吧，带我们一块儿去看看。是，是。是这儿吗？那天我三轮车就停在这儿，他自己抱着花就走了。往哪边去了？啊，往这条巷子。进了哪个门啊？我已经回过头，那我就不知道了。妈的，中南海毛泽东一根毛都没炸着。哎，杜导，那花匠不给咱们卖了吧？是啊，他是想卖，可他拿什么卖呢？那倒也是啊，总督导行事这么周密，就算把咱们给卖了，共产党也抓不着咱们。这两天风声必定很紧，你多留点神。知道了，车行的生意能不做我就不做。不，生意照旧，不能给他们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明白。此次爆炸行动虽说是失败了，可意义非常重大。用定时炸弹袭击重要目标是个行之有效的法子。督导，可是咱们手上没炸弹了。给家里发报，让他们设法多送些过来。知道了。报告，地台又有动静了。记录所有信息，严密监视。是。主席，这些都是写给您的信。啊。北平师范大学的。是唐道真。主席，唐道真是谁啊？是我小学同学，聪明过人，曾经连跳两级啊。各门功课皆优，我毛泽东也是自愧不如啊。呵，还有比主席更厉害的人啊？嗯，在中国厉害的人多着呢。31年前我们在北平见过一面，知道他准备走教育报国之路，现如今成了大学校长。
锲而不舍，学业有成啊。大学校长，嗯，那是挺了不起的。哎，陈生，快去给我要电话。哎，好嘞。喂，喂，总机吗？啊，来吧，我来吧。啊，哎，给我接北平师范大学。喂，您找谁啊？啊，我找汤校长。哦，我就是啊。您是？哎，我是你的老同学毛润之啊。哦，润工啊，您好啊。我们大家都非常想念你呀、啊，我也想念你呀、啊。你的信我收到了，很是高兴。对不起啊，一想到你现在的地位，我只能给你写封信了。哎，不敢找上门来啊，先投石问路，看看我这个老同学还认不认识你这个当年的小同学啊。哎呀，润工，不是这个意思，你日理万机。对不起，对不起。哎，再忙也不能怠慢了老学友啊。哎，你给我说说，北平还有哪些熟人啊？哎呀，有北师大的文学院院长李锦熙，还有地理学主任黄国章。太好了，太好了。下午我去看你们啊，就这么说定了，咱们不见不散。啊，下午要去哪儿啊？看我的老同学李根生啊。哎，你跟我一块儿去。行，我去安排车子。哎，别惊动了警卫局，就要辆车子，咱们说好了，就你我二人，不带别的警卫。那主席，这可不行啊。有什么不行的？有你李根生在，出不了事情。主席，这中央有规定，您。我是去看老同学前呼后拥的像什么样子啊。啊，好了，要是有人怪罪下来，我替你担着。反正我是拗不过您，得就咱们两个人吧。李院长他们你通知了吗？还通知了。你的老同学要来，不知要带多少保镖啊。不知道，出于安全考虑，我想他一定带不少保安人员的。这我就放心了。看，孩子们在写欢迎标语呢。在这里啊，主席，您这样子真像是微服私访了。哎，我是来看老同学，用不着兴师动众的。啊，小朋友啊，毛主席好。哎，我的大名叫毛泽东。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谢谢你们啊。不过这个欢迎的欢写的不对啊，这边不是个反文啊，应该是个欠啊。润工你好啊。哎呦，老同学你好啊。哎呀，这是我的堂客。哦，主席好。嫂夫人好。哎，主席，您带的保安人员呢？就是他呀。就他一个啊？一个都嫌多。我是来看老同学，又不是来耍威风的。润工请。主席啊，请喝茶。哦，谢谢嫂夫人，这些年你跟着我这老同学一定吃了不少苦啊。是啊是啊，远的不说，就说近两年吧，北平是国民党兵痞、美国大兵横行的地方，可苦了这些穷教书的先生。润工，那就请。好。哎呀，南京教育部长朱家骅是我留德的老朋友了。
北京解放前夕，他派专机接我南下，让我到南京就职，过所谓的上等人生活呀。我呀，不愿意同流合污，拒绝南下，冒着生命的危险，等着润公您啊。谢谢你了。我的老师李锦熙先生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留下来的吧？对，我对家人说啊，哪也不去，我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伟人嘞。哎呀，李老师过誉了，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是当年为你抄写文章的学生毛润之啊。李院长，当年润之还给曾给你捎写过文章，这真是一段佳话呀。是啊，这个我可以做证明啊。润公还记得我吗？记得记得，地理学家黄国璋的大名岂敢忘怀啊。哎，当年我在李老师办的湖南大公报帮着抄写文章的时候，就知道你对地理学有着特别的兴趣啊。是啊，我也记得李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当年有三个青年帮他抄文稿，第一个是不问文稿的内容如何，只管一概照抄，事后默默无闻，此人就是我黄国璋。第二个是看到文稿中有问题就只管提出来并代为润色，此人后来成为了大戏剧家，他就是田汉。第三个，看到文稿中有与自己的思想不相符的地方就不愿代抄，这个人后来成为了一代伟人，就是你毛泽东啊。李老师高抬我了。公平地讲，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李老师是我可以与之商量学问讨论国家大计的恩师啊。好，既然润公称李院长为恩师，那今天就由李伯乐做东喽。那可不行不行，今天在我家当然由我来做东。哎，都不要争了，今天晚上我做东。李根生在，去饭店订一桌饭菜送到这儿来。好的，你看真。进来。你怎么起来了啊？我没事了，医生说我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那不是得过几天吗？赶紧休息啊，坐那，我来。民以食为天，哎，李老师，您来坐上座。不不，你是主席，应该你坐上位。您年龄最大，又是我的老师，哪有学生坐上座的道理啊？李院长，既然润公说了，你就不要谦让了，快请坐。就恭敬不如从命。您坐，润公请。啊，主席。今天啊，是难得相聚，大家有什么心里话啊？畅所欲言，那大家都说说吧。我是搞教育的，现在教授们的生活都很困难，这样下去对教育事业不利啊。李老师说的对啊，这种状况只是暂时的，教授们的待遇政府一定会予以考虑，提高薪水。任公这样说我们就放心了。还有一件事想请教一下润之啊。您说。我和黄先生都是九三学社成员，大家认为新中国将要成立了，
我们这个以大学教授为主体的团体就没有再存在的必要了。多数人主张解散。我认为啊，九三学社不仅不要解散，而且还应该积极的团结科学界、文教界的知名人士，啊，积极参政议政，共同建设新中国嘛。太好了，我们一定把润工的意见带回去，大家商量商量。嗯，润工，说说，对我们大家有什么希望啊？我希望大家不仅要成为我毛泽东个人的朋友，而且还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来，为我们这些毛泽东的老朋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朋友，干杯！干杯！干！干杯！这条巷子呢，有好多家店铺，光从外表上看呢，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那就应该对所有的居民进行一个摸底的调查呀。查了，我们还找了分管这块的公安同志们。哎，像他们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嗯，不光这样，我们还找了几个积极分子，从他们那儿啊知道了更多的事情。行啊，现在好多事情都不用我交代了。嗯，已经会走群众录像。说说你们两个都了解什么情况？最重要的情况是，大商车行十分的可疑。大昌车行，这个车行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车行平时很少营业，也很少有人开车进去修，但是到了半夜的时候，车行里头总能传出汽车发动机的声音。我看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就算是修车，干嘛一大早反而修呢？有个老太太反映一个重要情况，说有一天晚上她到大昌车行门口休息的时候，听到里面不光有汽车发动机的声音，还有其他声音。什么声音？就是滴滴答答的声音。那应该是他们在发电报，这有可能。哎，那咱们干脆找辆测向车去测测。不行，测向车的目标太大了，如果开进这么一条小的巷子，他们会察觉。干脆，咱们就派人去摸摸情况。哎，那是个什么地方？车行，大昌车行。老梁啊，咱们是不是有什么车坏了？好主意，咱们就到大昌车行去修修车。报告。哎，你怎么从医院里跑出来了？你，我说过了，我要亲手去抓特务的。嘿，你这伤还没好呢，怎么抓特务？反正我已经从医院跑出来了，你们不能再把我送回去了。你怎么知道我不把你给送回去？张处长，梁处长，我已经好了，求你们了，带我一起去吧。反正我是没什么意见，你们老张吧，啊，哎你，那就是同意了。那个，准备准备，一会儿跟我们去修车。谢谢张处长。有人吗？有人吗？来了。啊，师傅，看看这车，给修一下啊。怎么回事？哪坏了？这个刹车不太好使，而且还有点漏油啊。你给看看。我看看。啊，老爷车，能不坏吗？瞧您说的，可着全北平也没几辆这样的老爷车，您帮着给看看吧。车先放着吧，明儿来开。别呀，我们一会儿还有事儿呢，抓紧时间，您帮着给看看。那也没办法，我这没人，这车修不了。哎，你什么态度啊？哪有开着车行不修车的呢？小姐，我话都说了，你急也没有用吧？这车要没人，我怎么给你修？我怎么不相信没用呢？你是伙计吧？老板呢？找我们老板干嘛呀？全北平都解放了，知道吗？啊，各行各业都热火朝天的干着，啊，知道吗？你什么态度啊？怎么就不能修这车呢？你这是资产阶级老一套啊！你这是，哎，叫他们老板去。好。哎，别，同志，别生气嘛，有话好好说。修修还不成？帮着给看看，我们下午真有急事啊。
麻烦您了。行了。到这儿来了，这不是我们的院儿，别人家的院儿。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啊？哎，前面有方便的地儿，都对不起，这前面有吗？有。我看那儿，哎，这，这家的胡子长得不错啊。啊。张处长，你在后院有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啊？没有啊，后院有个胡桃架，上面的胡子长得挺漂亮的。那我不是白给你在外面拖延了半天吗？还说呢，你要多拖延点时间呀，没准还真能发现更多的情况呢。哎，张处长，我怎么觉得郑涵他这个人跟其他女的有点不一样？不一样？他是跟你不一样吧？哎，不对，是你跟他不太一样。好了，不跟你说。你看，这就是你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我要是跟郑涵这么说话呀，他肯定不会跟我急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不说这个事情了。反正我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的。行了，我知道。你跟我说楚志涵那些疑点啊，我都记着。而且老肖曾经跟孙局长说过，楚志涵呀，确实跟别人有点不一样。老肖，他也怀疑顾正涵吗？也谈不上什么怀疑吧，可能是这老肖和正涵感情上的问题，我也弄不明白。下边请孙局长向大家介绍一下电台监听的情况。哦，根据我们监听的最新情况，敌人的电台啊最近活动频繁，每天晚上都要发一次报。那有没有大致的方位？有，就在大昌车行这个地区。对，这个大昌车行很有可能就是特务的秘密潜伏点，这个电台也有可能就在这个潜伏点里面。张处长，咱们是不是已经发现了这个秘密电台了？我只是说有可能，电台我没发现，但是在葡萄架上我发现了一根铁丝儿。铁丝儿？嗯，会不会是天线？如果有电台的话，这个铁丝肯定就是天线。那还等什么？我们马上行动吧。不行，我认为需要再进一步证实一下。老张，说说看，怎么个再证实？各位想想，这个电台发报是需要用电的，那么既然他们每天都要发报，咱们就在他们发报的时候把大昌车行附近所有的电源突然间的切断，如果这时候监听信号也中断了，就说明这部电台肯定会在大昌车行之内。好主意。这样，我们负责侦听，如果需要配合，你尽管说。什么需要配合？这是咱们两家的事儿，得一块儿干。郑涵，孙局长指示马上有任务，全体人员在办公室待命。是不是发现什么新线索了？线索，这次啊，咱们有可能逮到大鱼了。地雷发报，好极了，马上让他们断电。好，继续监听。是。这就是大昌车行那个区域。行，一会儿你听我的，我往里拉你就拉。好。喂，是我。好，是。拉。又停电。报告，发报中断。好啊，让他们给咬住了。等着电力恢复之后，看看他们是不是接着发。啊，监听。是。明白。师傅，将电闸推回去。好。没电了。电停的有点蹊跷。有什么蹊跷的？北平的供电局不都这样，经常停电。还剩多少？快了，马上发完了。接着发。好。地雷发布。好极了，这回他真是跑不了了。老张啊，应该动手了。那肯定的呀，你在这坐镇，我马上过去。好，走吧。走。走，通知侦察哥随特勤处一块行动。是。
全体集合，别行动，都快点。走。时候跟着我，好。阿飞，快！大赵，不是怎么了？什么怎么了？我们暴露了。那电台什么电台？来不及了。走。过来集合。进去之后，你们两个人在院子里边守住，其他的人跟我来，明白吗？是。金阳和古振寒守住大门，剩下的人跟我来，快点。没有生命危险，医生正在动手术。那就好。哎，小金，留下来陪着他们啊。是。我跟梁红还有点事儿，我们先走。好，你先过去吧。啊，走，快。哎，哎，有什么情况通知我啊。行行，我会的。老张，老张，城里面搜查过了，没发现这两个家伙。你这情况怎么样？我的情况怎么样啊？行。一堆破烂，什么线索都没有。哎，带回局里去吧。啊，是。还好有个亡灵，要不然今天晚上就玩完了。张处长。还在用功呢，哟，李部长，您来了。哎呀，到部里开会啊，过来看看你们，而且要向你们祝贺呀。啊，祝贺什么呀？这次行动一个特务都没抓着，您还祝贺呀？您赶紧坐吧。哎呀，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们啊，找到了特务的重要据点，还缴获了电台，不是已经很有成绩了吗？啊，可是那个总督导啊，就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跑了。哦，哦，对了。您看，这些呢，是我们掌握的一些材料。嗯，这个总督导的真名叫王祖德，他是毛人凤手底的一名上校。您看，王祖德，
对，没有照片，这是画像。嗯，不错嘛啊！哎，你们和北平公安局联系过没有？啊，让他们配合你们，尽快缉拿这个王祖德。好，我把您的命令马上就传达下去。嗯，哎，古正寒的伤势怎么样了？啊，肩膀上中了一枪，没有性命危险。哦，这次他表现得非常勇敢，就是有点太鲁莽了，不然的话，这个王祖德和段飞有可能跑不掉的。不过情况也不好说。你能不能把当时的情况跟我说说？好，当时我们几个人冲进去之后，这样吧，咱们出去聊聊啊。哎，整个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古振寒的表现看起来是无懈可击的，可是王祖德和段飞他终究还是跑了。我这心里边总觉得，你的这个觉得不是很机敏吧？啊，我们啊是面对面跟敌人斗争过来的。嗯，我们总结的这些经验，你到关键时候不是都用上了吗？啊，李部长，这古振寒的情况看起来是越来越复杂了。有一次金阳跟我说，古振寒用空手道摔了他一跤。后来我就问他，他说是碰巧摔的。哦，你们还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还有一次，他身上酒味很大，我怀疑是他喝了酒，我就问他，他给否认了。可是后来他往身上撒了点花露水，把这件事情给掩盖过去了。这些蛛丝马迹很重要啊。嗯，从表面上看都不是什么大事，也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从老肖出事之前和孙局长说的那些话看，古正寒这个人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李部长，嗯，我承认我对他确实有好感，而且这种好感从在延安的时候就开始，后来到了北平我们又见面了。我看到他护场的时候那么勇敢，而且在监狱里的表现也非常的好，包括后来进了公安分局，他帮助我们破获了两个潜伏的特务组织所做的贡献。我说实话，我真的对他。张旭同志，我完全能够理解。可是现在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我们现在也只是怀疑，如果古振寒真的有问题，那我们这种怀疑万万不能提前暴露出去。所以张旭同志，我希望你能把这种怀疑埋在心底，继续和他交往。不是，那在感情方面，他要对我有所表示呢？你要想深入的了解他，也只能继续往前走了。您知道我人的脾气，他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您让我继续跟他，那太别扭了。张旭同志，这件事关系重大，我希望你能经得住这次考验。这也算考验吗？张处长。小韩。苹果。谢谢。还疼吗？可疼了。真的？逗你玩的，不疼。怎么不疼啊？这枪伤我又不是没受过。不过刚才大夫说了，没什么大事，养两天就好了啊。对了，那个特务抓到了吗？哎，吃苹果吗？我给你削个苹果。到底抓没抓到啊？没有，让他们给跑了。怎么能让他们跑了呢？那我这枪子不白挨了吗？你要干什么呀？瞧把你给急的，干嘛要下床啊？我把枪给你得了，现在抓特务去。暴脾气，躺下，躺下。通知你一下啊，孙局长说了，踏踏实实的把伤给养好了，这个案子让你参与调查。你说话算话。当然，主席都说我是个一言九鼎的人。是吗？
主席还夸过你呢。当然了。不过说实话，张处长，看你那样，我真想不到你是主席身边的人。我哪样了？啊？哎，我跟你说，主席比我还那样呢。主席身边所有的警卫员都那样，都是农民出身。不相信啊？不信，除非你带我见见主席，我就相信了。哎，这苹果还是不会削，喝水吧。我给你倒杯水吧。啊。财政方面的会议，研究一下接管上海以后稳定金融市场的问题。同志们，上海开放了，我们要在上海啊发行第一套人民币，这个工作量啊相当的困难。如何解决国民党留下来的金元件问题，这关系到上海人民的切身利益哦。现在我们内部对处理金元券有两种意见，大家争论得很激烈啊。一部分同志认为金元券是国民党滥发滥印的，不过是一张草纸啊，收兑的工作量很大，干脆作废。那么还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呢，金元券在老百姓手中，一旦作废，受损失的是老百姓而不是国民党。大家讲一讲还有啥子问题哦？啊，金元券是国民党做的孽，我们共产党凭什么负责？我主张金元券作废。我不这样看，共产党既然接管了上海，就要对上海人民负责。同志们，国民党啊搞币制改革，强迫市民呢交兑黄金、外汇、银元，就连市民耳朵上戴的那个啊银耳环也收兑了。财富是让国民党所造了，可是这个责任不能让人民承担嘞。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这点责任都承担不了，那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孙山同志，你们财委负责起草一份用人民币收兑金元券的报告，报华东局批准。是。因为上海市民害怕金元券就像害怕瘟疫一样，人民币一经发行，收兑金元券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父亲，共产党在上海发行人民币收兑金元券，听说进展很顺利。嗯，去年我们搞币改也是在上海，可我们失败了，金元券最后成了废纸。是啊，虽然我们收兑了大量的黄金、白银和外汇，而且把这些东西也都运到了台湾，可上海的金融崩溃了，随后是整个经济的崩溃。打老虎行动失败，到现在我都是耿耿于怀。要是当初币改取得成功，军事局面也不至于一败涂地。后悔药是没地方吃的，这个经验教训我们一定要记住，以后在经营台湾还用得着。是父亲，我们干不成的共产党未必能干得成，何况他们搞经济更没有经验，上海的那些大老板们能会听他共产党的？父亲的意思是，我们虽然退出了上海，但是要跟他们打一场经济仗、金融仗，我看这还是可能的。我明白了，搞这一手正是他们的软肋。嗯，
我已经叫毛人凤过来。报告。毛局长来得正好啊。总裁有何吩咐？共产党在上海发行人民币，兑换金圆券。你要把你潜伏的人马都发动起来，和共产党大干一场。是。关键是要搞乱人民币的币值，趁它立足未稳，下手要狠，要让人民币成为第二个金圆券。明白。这样一来，上海市民就会对共产党失去信心了。嗯，你马上去办吧。是。啊，来。给我换一个袁大头，一千换一袁大头，做梦去吧你！昨天不是还800换一个银元吗？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早他妈涨了。那现在换多少？1400。明天啊，肯定涨到1800了。那这样下去，人民币不又变成金圆券了吗？兄弟啊，什么时代啊？共产党的话你也信信啊？如今这个世道，钞票是靠不住的，这靠得住的还是这些黄金白银啊！啊！没想到啊，仅仅才几天，人民币的生存会受到如此的威胁。老百姓吃够了国民党通货膨胀的苦，见了钞票就怕，他们只相信黄金、银元、美金和实物。只要一拿到人民币，就赶紧去米店买米，或调换银元。这叫啥子嘞？这叫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哦。现在我们的银行每天早上发出去的人民币，到了晚上，几乎又全部回到银行里来了。局势严峻嘞，非常严峻啊。是啊，老百姓不存人民币，银元贩子乘机捣乱，哄抬银价。导致我们的人民币币值直线下降。蔡元同志啊，连夜开会，到明天早晨起来一定要拿出一个有形的办法来。我们原先估计啊，100元人民币可以换1块银元，但没几天银价就已经涨到了660元人民币换1块银元，到今天是1400元人民币才能换1块银元。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措施，可能很快就会涨到2000元人民币换1块银元。同志们，现在的局势啊非常严峻了。据我们调查呀，造成这种局面的有很多因素了。一是人民群众只相信黄金、银元。这二呢是银元贩子趁机捣乱。这三是有些个资本家啊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四是特务散布谣言制造混乱疯狂活动。所以有人说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同志们，如果人民币进不了上海，这上海还属于人民的吗？我建议我们明天向上海市场抛出10万银元，遏制银价的上涨。大家意见呢？我估计效果不会明显。用这种正常的平抑银价的措施来对付这种非正常的市场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我们呀还是先礼后兵啊，如果这招不行呢，我们就行政措施经济措施一起上啊。好我赞成。赞成。上海市政府在抛出10万银元平抑银价上涨的同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劝说银元贩子停止活动。由于投机商的操控，市政府抛出的10万银元如泥牛入海，而且银价的上涨仍然无法遏制。猖狂，太猖狂了！陈市长，再这样下去，我们的人民币有可能要变成金圆券了。老子绝不允许！陈老总，发啥子火呀？
啊，小明同志，我看这一仗啊，非打不可了。好吧，敌人胆敢挑战我们，我们应战就是了。嗯，我建议我们华东局马上开一个紧急会议，做出决策。走，马上就开。好，走。上海的隐蔽之战啊，已经成了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了。我们必须把主要的投机商一网打尽啊！目前，他们的那个活动场所证券大楼，我们已经派人去摸了一番底，里边的情况呢，基本清楚了。这个有投机商聚集的大本营里，每天有2000多人从事各种买卖，专门从事银元操控生意的大投机商就有200-300人，活动非常猖獗。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共产党、人民政府放在眼里，不打他一下，上海的金融市场稳定不下来。我们的方案已经拟定，不过我也听到一些同志有一点点忧虑。根据这几天的了解，银元投机商大多与一些民族资本家，甚至与一些知名人士有交往或沾亲带故。如果我们采取强制措施，会不会引起民族资本家们的波动？我觉得还是要打击他们。我们共产党不能什么都捆绑，否则他们以为我们被几个投机商给吓住了。我们自己有煤有米，还有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我们怕什么？嗯，好啊，小平同志的话呀说得硬气嘞。共产党就是不怕那些个人，至于资本家嘛，以后我们再做工作哟。就这么定吧，马上把行动方案报给党中央毛主席。本来啊，嗯，上海的情况不太妙，银价飞涨，人民币贬值得很厉害。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啊，主要是那些投机商在操控市场，还有潜伏在上海的特务在后面煽风点火。他们就是要把局面搞乱，好浑水摸鱼啊。是啊，上海的市民深受金圆券之苦啊，一些资本家不相信我们。当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结果呢，把黄金白银外汇全都搜罗到台湾去了。现在是人人心有余悸啊。物价银价这两个光宣传还没有用，老百姓都是很实际的，要吃饭嘛，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光停留在嘴巴上讲，要有实际行动，拿出措施来。上海市政府已经抛出了10万银元一平一银价，但效果不理想啊。哎，10万银元对上海来说是杯水车薪，不解决问题啊。我们不能再拿银元跑向市场了，投机商的胃口大得很，那可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我们不能再退了，也无路可退。现在蒋介石在台湾看着上海，全国人民也在看着上海。是啊，上海这一仗，我看它的意义并不比三大战役来的小啊，关系到我们在夺取政权之后能不能坐稳江山。喂，哦，是陈毅啊，好嘛，主席正和我讨论上海的事情，啊，好好，请等一下，我要让主席听电话。主席啊，陈毅有急事请示。啊，陈毅啊，这个上海市长不好当哦。没关系，这点小风浪翻不了你陈毅这条大船吧？啊，是啊，主席啊，刚才啊，小平同志刚召开了华东局会议，准备啊，对投机商们下手，就请示一下中央和主席了。我支持，中央也支持，坚决干掉他。上海是人民的上海，人民当家作主，不是投机商当家作主。你放心吧，如果上海有困难，全国都会支援上海的，我回头再跟恩来同志研究一下，从全国各地
调集粮食、煤炭、棉花等物资，支援上海。一定要把这一仗打好。有主席和党中央的支持，有全国人民给我们做后盾，这一仗啊，一定能够打胜啊！嘿嘿。哎，报告。公安和部队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兵分五路包围政权大楼。马上出发，不准放走一个人。是。经过两天一夜的逐个盘查之后，扣押了250名银元投机的主犯，沉重打击了投机商的气焰，上海市民拍手称快。第二天，大米跌价10%左右；第三天，大米再跌10%，人民币终于在上海取得了胜利。共产党厉害，厉害啊！我们在上海没做成的事儿，今天共产党做到了。可悲，可悲啊！共产党有令必行，不管谁犯了天条，一律惩处。我们呢，当年我好不容易摆平了杜月笙的公子，却又闹出孔林侃的事儿，结果前功尽弃。我现在，这件事不要再提了，我不是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吗？是父亲。后悔是没有用的，我们还是要向前看。上海的这件事情不能就这样完了，我们要在经济上不断地给他们找麻烦。这个问题我想好了，只要加强沿海的封锁，上海的工业我敢担保它没有了原材料，烟囱冒不了烟，电厂发不了电，机器轮子就转不起来。这个方法很好，我马上召集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要对东海海面全面进行封锁，掐住上海工业的脖子。蒋介石对上海的封锁持续到50年代初，在此期间，陈毅带领上海人民展开反封锁斗争，克服种种困难，全面恢复生产，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保暖思淫欲啊！过去这些帝王啊，只顾自己摆排场，哪还管老百姓的死活呀？你是负责检修的吧？是，主席有什么指示？哎，哪来那么多指示啊？简而言之一句话，少花钱，多办事。开政协啊，虽然来的都是些有名望的人士，但是我们还是要本着简朴的原则，不要搞那些花里胡哨的排场啊。这些东西先收起来，将来送到博物馆，大家都来观赏，是物尽其用嘛。都准备好了吗？主席来检查了。哪里来的象牙筷子？主席，这是李根生特意从招待所借来的。我看撤了吧，又不是皇上宴请文武大臣，搞这个排场干什么？就用竹筷子。主席，进了中南海，我也不做李自成。这筷子都要发霉了，主席还要坚持用，那我们有什么办法？主席，象牙筷子是我让摆的，我考虑您很少在家待客，不搞好一点会让客人笑话。再说了，今天来的都是有名望的人。哎，这件事我也有责任，没有交代清楚，以后啊，不管来客是谁，都要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不能摆阔气，搞大吃大喝那套。而且啊，从今往后，不管是待客还是自家用饭，一律都用竹筷子。主席，是我不好，我应该先向您请示。主要的原因，我是发现有些竹筷子都发霉了，看上去很脏，所以。脏什么呀？开水烫一烫，洗一洗不就成了吗？我从小到大都是用的竹筷子，习惯了。这象牙筷子
是有钱人用的，很金贵，我毛泽东用不起，也不想用。我知道了。下面请尊敬。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勤政殿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我们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的、有步骤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抵挡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父亲，毛泽东现在在干什么？在中南海开新政协筹备会议，张澜、李济生、黄炎培、罗隆基，还有郭沫若，这些人都去了。当初没有把这些人都杀绝，现在都成了共产党的能臣了。痛定思痛，静儿，我不能不把这些沉痛的教训告诉你。请父亲训示。世人都说我独裁，其实我是独而不裁。中原大战以后，我原谅了冯玉祥，可这个冯秋八还是处处给我找麻烦。李宗仁也是一样，当年桂系被我打得大败，我原谅了他们，可这到头来他们还是逼我下野。从今往后绝不能再有妇人之仁，否则我们还是会被自己内部的人打倒。我记住了。记住就好啊。父亲，下一步我们该怎么行动？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我思之良久，怎么样才能把台湾变成复国的大本营啊？要想保住台湾，必须先保住福建。福建的防务至关重要，我要亲自前去巡视。欢迎总裁，欢迎怀表。福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争夺福建的战道将是区分敌我的一条分界线。总裁讲的都是至理名言，但福建有许多麻烦事儿。我看人员今天都到齐了，那么就在这里会谈吧。好，总裁请。我本来是个下野的总统，论理说不应该再过问国事，一切应由李代总统处理。但是我每当想起总理的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我就不得不以总裁的身份率领大家与共产党殊死决战。本人平生对将士不薄，
对士兵也是关怀备至，不料今日浴血奋战在前线的士兵们竟然是我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者。廖司令，你下去好好查一查，限你十日之内一定要把衣服和粮食送到士兵手里。是是，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台湾是党国的复兴基地，福建是台湾的前哨阵地，台湾就如同头颅，福建如同手足，无福建就无以守台湾。今天就讲到这里了，你们都走吧。李师长留下。听说朱少良每日醉酒吟诗，备战松弛，请光是否属实啊？他确有嗜酒之好，爱与福建文人墨友赋诗聊天。跟他们都聊些什么？聊的都是战局，说当前战也是王，不战也王。我一再电告朱少良，要抓紧时间修筑福州的工事。现在看来，他做的远远不够，主要是士气不足。朱少良说，上海有外围、主阵、核心三层工事，结果怎样？还是败退了。李师长，你是黄埔出来的，又在我身边工作过，回去以后你对下面讲讲，士可鼓，不可泄，希望你好自为之，日后我会重用你的。是校长，学生绝不辜负校长的栽培。父亲给毛主席刻章真仔细啊。北平和平解放全靠毛主席共产党，现在新中国又要成立了，你说我这个老乡能不向毛主席表达点敬意吗？湖南出了个毛主席，是湖南人民的光荣啊。父亲提起毛主席心里就美滋滋的。你说毛主席会喜欢吗？刻得太好了，毛主席一定会喜欢的。主席，这是？这是齐白石先生送我的印章。齐白石我知道，大画家。不光是大画家，还是大书法家、大篆刻家。哼，他刻的印章，了不得的很呐。用的是寿山石料，很名贵啊。呵，这下主席也有宝贝了。嘿，那当然了，不过齐白石先生送的礼物那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是是是，那是他老人家对主席的一番心意嘛。哎，这是一幅画吗？哦，这是包印章用的。是不是齐白石老先生不要了？嘿，他不要的东西也是宝贝啊。放起来，放起来。主席是看也看不够，齐白石先生送了我这么珍贵的礼物，我得答谢他。明天请他到中南海来吃饭。好，我去安排。那就让郭沫若先生来作陪吧，他跟齐老先生那是老朋友了，啊，在一起可以热闹热闹。好的。多谢师傅。那就这样，有空您经常来玩。好，哎，好，几位慢走啊。好嘞。有空常来玩啊。好嘞。
这公安不会查到这里来吧？我找到这个地方，是颇费了一番心思。工党就是有千里眼、顺风耳，也绝不会查到这儿。是啊，还是督导英明，早就想好了藏身之处，要不然啊，咱们从大昌车行里边出来，还不知道到哪儿去呢。这个地方好就好在它偏僻，平常就几个游客，谁会怀疑到这儿呢？是啊，那些游客还真以为严组长是守灵人呢。嗯，这个严慧倒是个能干的人，把这儿搞得很隐蔽。好，咱们在这儿就算是站稳脚了。特派员怎么就失踪了呢？我怎么都跟他联系不上。我们这里还有特派员？对。谁？你问这干什么？我是想，我跟总组长这么久了，还不知道咱们这里边有个特派员呢。特派员是总统亲自任命的，这是最高机密。是，明白。不过事到如今，给你透露过一二，倒也无妨。大昌车行那天，你我是怎么脱身的？要没有特派员挺身而出，你我早就完蛋了。特派员当时在吗？我怎么不知道呢？特派员是什么角色？他演的戏要是随随便便让你都看出来了，那在共党面前还不早就露馅了？你是说特派员是共产党里边的人？特派员出了点事儿，现在音信全无，我担心呢。那会不会是身份暴露让共党？闭嘴！共党想抓特派员那是白日做梦，根本就不知道。我相信特派员绝不会出事的，可事关重大，这事不能再拖了。督导，您的意思是？给局长发电报。是。白石先生，谢谢你呀，送我印章，还送我画。画？主席，我什么时候送过您画啊？李根生，在，去把画拿来。哎，来，咱们先喝一杯。好。还有这种事，我怎么就记不得了呢？白石先生别急，等画来了以后啊，你亲自鉴定一下。主席，嗯，请白石先生验证。主席啊，这可是我练笔的废品呐，当时没注意就用来包印章了，都怪我疏忽大意啊。这废作说什么也不能留给您呐。您如果喜欢这种笔墨，那我回去马上画。那就不用了，我喜欢的就是这幅画。那可不行啊，主席。为什么？主席，白石先生向来对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他认为画得不好的都是废品，一定要销毁，不能够流传出去。可我看这幅画画得很好吧？是，既然到了我手里，那就舍不得喽。如果主席不肯，我可要抢回去了。白石先生，这幅画分明是送给我郭沫若的，要想拿走，应当问我同意不同意。这画怎么又是送给郭先生的了？白石先生，您看这幅画标着我的名字。郭先生啊，这画上我并未题字啊。那我来问问白石先生，这幅画上画了几只鸟啊？五只啊。树上五只鸟，这不就是我的名字吗？上五。哦，郭先生的大号上五，这上五和上五同音。
您真是诗人的脑袋呀。这么说这幅画就归我了。哎，别忙别忙，这幅画上也标着我的名字呢。啊，不会吧主席，难道主席也有什么大号跟这画？正是正是啊。这白石先生，这画上画的是李子树吧？是李子树啊。画的茂盛吗？茂盛啊。李子树长得茂盛不就是鄙人之名讳吗？这主席的才智真是佩服佩服啊。可我还是不明白啊。白石先生，我在转战陕北的时候啊，用的化名就是李德胜啊。你这李字长得茂盛不就是李德胜吗？跟我这李德胜是同音，所以你这画是送给我的，非我莫属啊。主席的智慧了不起啊。来来请请，咱们接着喝啊。等等，白飞先生莫不还是舍不得？今日耳闻目睹了主席的才智，令我敬佩万分，我想请主席和郭先生在这幅画上题词留念。好主意，我们今天三人相聚也算是一段佳话吧，不可不留作纪念。好吧，既然白石先生提议，郭先生，那我们就每个人写上一句。好。哥，毛局长下令，让我们必须找到特派员下落，并查明伤势。宗哥，您这是？啊，是啊，这特派员是何等人呀？肯定会化险为夷。宗督导，要不咱们再等几天？总督导，外面风声怎么样？我听说外面风声很紧，您现在出去不安全了。那我要是必须出去呢？那你们按兵不动，一切行动等我回来再说。哎，督导，万一我回不来了，由段飞代替我指挥。墨宝为证嘛，啊！主席，嗯，领教了吧？什么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们都中了白石先生请君入瓮之计啊！小亮，哎，你们公安局那边有没有王祖德和段飞的消息啊？没有，各个分局包括派出所都派出警力调查，还是一无所获。奇怪，难道这两个人有隐身术？喂，请问找谁？请问谷中涵同志在吗？哦，他受伤住院了。受伤了？
请问他住哪个医院？你是谁啊？啊，我是他一个朋友。哦，那你叫什么名字啊？就是普通的朋友嘛。啊，既然你是郑涵的朋友，那请你到城西公安分局来一趟吧，我们陪你去医院。喂喂，怎么挂了？这人说自己是郑涵的朋友，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肯说，我让他到城西公安分局来一趟，他就把电话挂了。人家不肯说必定是有原因嘛，也许是不想麻烦我们，你何必追根究底呢？我呢在主席身边当了十几年的警卫，可是当来当去呢还是个排长，后来连主席都不好意思，可是又离不开我。那这么说你还是个老兵油子？算是吧，反正我这人不是当官的材料。哎，就连这次当个什么处长都是赶着鸭子上架。这么谦虚呢？谦虚？对啊，还没人这么夸过我呢。是吗？怎么会呢？你优点那么多。我有什么优点啊？我一粗人。哎，我觉得你是看起来粗，但实际上心挺细的。哎，那这么说你很了解我呀？还行吧，谁让咱们是有缘分的人呢？哎，脸红了。护士小姐，这床的病人呢？他陪张处长去医院了三步了。啊，谢谢啊。我看看，哎，真的脸红了。脸红了吗？挺红的。我长这么黑，怎么能看出脸红来呀？能看出来，特别红。你赶紧坐着啊，请坐，顾小姐。哎呀，你看你这么会关心人，肯定特别多女孩喜欢你。笑什么呀？我说错了。我这么跟你说吧，从穿开裆裤到现在，我还没正儿八百的和哪个女孩子谈过恋爱。我才不信呢，你这么优秀没谈过恋爱。哎，用你的话说，我是一老兵油子，现在是一个老光棍，我有什么可优秀的？你是主席身边的人呢。那怎么了？主席还为这事着急呢，还为我介绍对象呢，那不是都没成吗？那肯定是你要求太高了。我跟你说实话，我对这种事还真没要求，用主席的话说叫缘分，可能这缘分还……如果有缘分，而且缘分也到了，你会和这女孩好吗？好像又脸红了。红了吗？红了，你怎么这么爱脸红啊？别走、哎、我跟你开玩笑的，但是真的很红。哎，没见过你这样的女孩子，这太泼辣了。不是，什么话都敢说。那怎么了？泼辣怎么了？我妈小时候也说我泼辣，说我像个男孩。我也想当男孩，可惜不是。还不是，你现在比男孩还男孩呢，比我还有豪气呢。那不挺好的吗？我们俩有共同之处，而且你说我了解你，我也觉得你挺了解我的。我就是觉得和你挺聊得来的。真的？真的。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挺轻松的。不是，挺也不是放松，我觉得咱俩在一起，你明白我的意思？好像能明白。你该做检查了。啊，那我先回去了。害怕呀？就做个检查。谁怕？哎，你明天还会来看我吗？想想吧，等通知。再见。
小金。哎，小金，你来看郑涵啊？我本来是想找他的，现在想跟你谈谈。怎么了？走。以前我可能是错怪郑涵了，现在他为了抓特务受了伤，我心里真的很难过。其实也没什么。刚才我看到你跟他在一起，我突然间就想明白了。明白什么了？你真的喜欢他，我应该祝福你们才是。我真傻，干嘛非得盯着他不放呢？这些天我也一直在问自己，是不是我以前的直觉是错的。小金，在工作上的警觉性是没错的，对于这方面我心里边一直对你很感激。算了，那以前的事情过去了就不说了。张处长，那我先走了。哎，对了，你不是刚才说要那个找郑涵吗？啊，其实也没什么事啊，是郑涵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他说要来看郑涵。我说郑涵在医院里，叫他到公安局来，我陪他去医院一趟，结果他就把电话给挂了。这人叫什么名字？他不肯说。那这件事情不对啊，如果这个人真的是郑涵的朋友的话，听说郑涵受伤了，肯定应该很着急啊，怎么一听说到公安局来就把电话给挂了？听你这么一分析，我觉得有点奇怪啊。这件事情先不要对任何人讲。那郑涵呢？也先不要告诉他。张处长，嗯，你以前说我这个人太敏感，怎么现在你也变得疑神疑鬼的？什么疑神疑鬼的？哼，咱们干的是特殊的工作，一点闪失都不能有啊。怎么了？张处长，我到现在才真正的了解你了，怪不得主席和部长他们都那么相信你。开始给我上纲上线了。走吧，我送你回去啊。哼，蒋介石已经到了福州，部署东南一带的战略防御，我们何时向东南进军必须速作决断。我们前方的几员大将他们心里怎么想啊？哦，粟裕、张震来电请示，希望提前进军福建。三野横扫江南，福建这块肥肉他们也是志在必得呀。形势的发展比我们预料的要快得多啊。现在上海拿下了，华东也拿下了，但是美帝国主义会不会出兵干涉，仍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只有尽快向全国进军，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才能减少这种干涉的可能性。对，各野战部队必须提前执行作战计划，必须重新做出向全国进军的部署。嗯，我同意粟裕的提议，提前进军福建。好，主席又要阵前点将了。解放福建就交给叶飞同志的第十兵团，叶飞是福建人，对当地的情况很熟悉。接管福建的工作，主席是不是也一揽子定下来？让张鼎丞同志担任福建省委书记，他也是福建人啊，在福建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影响很大，当地老百姓都叫他土地爷啊。主席是知人善任的，叶飞、张鼎丞这两个土地爷一去，蒋介石在福建可就待不住了。如果有缘分，而且缘分也到了，你会和这女孩好吗？男人，如果连个女人你都放不下的话，这老子还真有点放不下了。
哟，老张，怎么了？啊，这干啥呢？有情况？热，洗洗。热啊，热，热就是有情况。啥有情况？有情况？我有啥情况？啥情况？你自个儿知道。什么？我跟你说，你赶紧睡觉啊！大半夜的不叫你干啥呢你？我就是觉得和你挺聊得来的。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是难以割舍的。我甚至可以为你去死。阿姨，叫我吗？阿姨，你是叫胡振海吗？我是啊，怎么了？有人给你送花了。谁送的？一个叔叔，个子高高的。他说什么了吗？他说他找了一天的医院才找到你。阿姨，那我走了。哎，小妹妹，那个叔叔在哪儿？那边，他已经走了。谢谢你啊。咱恢复的是不错，这么沉的包都能自己拿得动。这给我吧。带你出来玩玩，散散心，走。等会儿。嗯。带我玩吧。嗯。怎么玩啊？我陪着你，出来逛逛故宫，还怎么着？还不知足啊？走。就这么逛没意思啊。哎，你看他们玩什么呢？你不会吧？你多大岁数了，还玩捉迷藏啊？我多大岁数啊？我不是玩捉迷藏，我这叫官兵抓贼。官兵抓贼，对，我是官，你是贼，你跑吧，我抓你。那好吧，那你闭上眼睛，我藏起来以后你才能抓我。那我就数三下啊，一、二、二。
哪儿跑啊？我明明看见你过去了，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这叫声东击西，我呢叫声东击东，跑得了吗？还太贼了你。老肖现在恢复了点知觉，跟他讲话已经会有反应了。护士同志，你能让我单独跟他待一会儿吗？啊，行，就十分钟，到点了我来叫你。谢谢。我以后每天都会来看你的，跟你说话，让你好起来啊。你的头像，公安局和特勤处已经都掌握了。好，我们改变一下联络方式，我会通知你的。当务之急是要再建一个指挥部，像原来的大昌车行那样方便隐秘。嗯，我会安排的。记住了，不要再露面了，段飞也不要再露面，另外找两个。你总愿意把我当做新手。许仙和白娘子他们是自由恋爱，可是法海和尚非要生生地把他们拆散，甚是可恶。是，太可恶了。这法海和尚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嘛，他把白娘子压在雷峰塔下，
鲁迅先生当年写过一篇文章，叫《论雷峰塔的倒掉》，他欢呼雷峰塔倒掉，就是欢呼封建统治的垮台啊。哦，难怪主席每次说起《白蛇传》，都最讨厌法海和尚了。你知道《白蛇传》里我最喜欢哪个人物吗？当然是白娘子了。哎，不不，我最喜欢小青。啊，热情、勇敢、聪明伶俐，哎，了不得呀。《白蛇传》里我最喜欢的就是小青。谢谢主席的夸奖。演得好。啊，许仙，你呀，秀才造反3年不成啊！来，我们大家和主席照张相。好好好，来来来。挥手从此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相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凌还住，只误会前番疏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爸爸。哦，哎呀，您在写什么？没什么。人有病天知否，贺新郎，这不是爸爸以前写给妈妈的词吗？刚才啊，我去看了一场戏，《白蛇传》，很受感动，我有点想起了你的妈妈。爸，我知道您心里一直记着妈妈。得知您妈妈牺牲的消息，我说过一句话，开会至此，百身莫属啊。是，爸爸把妈妈当作人间知己，这份感情到现在我还能体会得到。人有病天知否，从此以后我成了天涯孤旅啊。爸爸。安莹啊，你能够理解爸爸，爸爸感到很欣慰。你妈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人，我欠她的太多了，而且无法报答。爸，您原来常给妈妈写诗，妈妈也给您写过吗？写过，写过很多诗啊。有一首诗啊，我还能够背过。这首诗的名字叫《偶感》，是你妈妈1928年写的。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泊突起伏，足迹可否遇，
寒衣可否备？你妈妈惦记着我的身体，我的安危，而对她当时所处的危险环境，从来就没有放在心上。妈妈，安英啊，爸，不要难过。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有出息了，将来能够为国家做一点事情，你妈妈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嗯。现在湖南还没有解放，你外婆和你舅舅生死不明了。将来湖南解放了，一旦有了你外婆的消息，一定要回去看看她老人家。爸，您放心，我一定去看她。小姐应该是这里的常客吧，不知她叫什么名字？是，她叫季淑贤，季小姐。季小姐，不知方丈可知她的家世？哦，不知施主有何事，出家人不便在人后多嘴。啊，老方丈误会了，这位小姐好生面熟，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也许是从前的故人吧。哦，原来是这样。说起来，这季小姐也是个苦命的人呐。她丈夫原是国军的一个连长，被解放军打死了。季小姐生活没有着落，欠了一屁股的债，所以常来庙里烧香，是凌空寺的常客了。谢了皇娘。啊，阿弥陀佛。人我物色好了，是个女的，叫季淑贤。你怎么接近她？她有个表哥在上海警备区当过差，失踪好多年了。冒名顶替吗？我想以他表哥朋友的身份接近他。看着办吧。请问你是？啊，我从上海来，是你表哥的朋友。表哥的朋友？你表哥没跟你提起过我？没有。我跟表哥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你表哥他出了点事儿，不太方便。我这次来北平就是受你表哥所托，特意来看看季小姐。啊，那快请进吧。哎，那我表哥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哎呀，这个说来话长。哦，季小姐，这是我带给您的礼物。你太客气了吧。啊，没什么，我跟你表哥是最好的朋友，都是自家人，应该的。谢谢，快请坐吧。哎，来。不知先生怎么称呼？哦，我姓王，王德龙。王先生，我给你泡杯茶吧。哦，不用了。季小姐还没吃饭吧？要不我请你，咱们好好聊聊。这多不好意思啊。别客气，请用吧。来，客官请慢用。你表哥在国民党军队里做过事，
上海一解放他就倒霉了，被共产党关了起来，说不定还要判刑呢。哎，表哥真可怜。是啊，你表哥可是个好人呢、啊、我这次到北平做生意之前去看望过他，他很惦记你，跟我说了一些你的情况，再三关照要我一定来看望你。真是难为表哥了。放心吧，季小姐，以后要有什么用得着我的，我一定会尽力的。谢谢，谢谢王先生。啊，季小姐太客气了，吃菜啊。王先生，怎么会是你啊？为什么就不能是我？我是说，这也太巧了吧！啊，我也是刚巧路过这儿。哎，季小姐，你这是要去哪儿？就前面的凌空寺。好，我送你，走吧。啊，哦，季小姐，是来烧香吧？嗯，走到半路上下这么大雨，真够狼狈的。季小姐，拜佛真是虔诚啊，真可谓是风雨无阻啊。真是不好意思，把王先生也淋湿了。哦，没事没事，我就住在附近，换件衣服就行了。那真是谢谢王先生了。不客气，您请吧。小姐，王先生，你怎么还没走啊？哈，我在等你啊。等我？你看你都淋湿了，雨下得这么大，我怕你回不去啊。王先生，你人真好。季小姐要是不嫌弃的话，不如先到我家坐坐。好吧。季小姐，请用茶。谢谢。哎呀，你衣服都湿了，要不要换换？不用了不用了。好，来喝杯热茶暖暖身子。谢谢。坐吧。哎，季小姐一个人过日子也挺不容易啊。我命苦，别说日子不好过，是过不下去了。没那么严重，季小姐这么漂亮又能干，以后会好的。以后？那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啊，其实我这次到北平来是想开一家公司，如果季小姐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真的？那我当然乐意了，王先生。那就一言为定了。王先生，您这么帮我，我真有点过意不去了。哎，实话跟你说吧，你表哥曾经有恩于我，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报答他。再说，我对季小姐也是很有好感的。王先生，我是苦命的人，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其实我说的全是心里话。我跟季小姐虽说交往不多，可季小姐对我的为人也应该大致有个了解吧。赶紧把那个女人弄上床，这是控制她最有效也最安全的手段。可是怎么了？你知道我害的是你。再说我不是行尸走肉，可以随便跟什么人上床。这是你的任务。
这么说，你拼命讨好张旭也是任务？当然。也就是说，你打定主意要跟他谈恋爱了？没错。我是担心你把假戏唱成了真的。总督导，还是想想怎么完成你自己的使命吧。这么多钱？这是我们公司成立后的第一笔流动资金。如果季小姐愿意，这公司的一半股份就是你的了。王先生这么慷慨，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谢谢见外了。公司一成立，咱们两个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我不是在做梦吧？我什么事都没做，就这样，我……啊，季小姐，你完全没必要感到不安。我说过，我对你很有好感，就算是咱俩有缘吧。王先生，你对我太好了。你明白我的心意就好。我就怕没什么可以报答您的。季小姐，我孤身来到北平，举目无亲，可我一见到季小姐，就像是见到了亲人。我愿意做你的亲人，你要吗？王先生，你怎么了？哦，没，是不是在想上海的家事了？我从来就没有什么家事。那您这是怎么了？怎么了？一个寡妇和一个光棍儿，你说能怎么了？1234，回头这边。李正生啊，你们最近谈的怎么样？有没有实质性进展？主席，我笨嘴笨舌的，就把它摸好了。气可鼓不可泄，自由恋爱嘛，不能靠媒人。我毛泽东的卫士，更要自力更生。嗯，我知道了，主席。那我再找小宋谈谈。行啊，现在就去，趁热打铁，啊！1234，过来！2234，别再打，小心！小宋，什么事儿？我想跟你聊一聊。想聊什么？你就说吧。你说吧，我们俩又是老乡，又同时在主席身边工作，平时呢，我也蛮关心你的啊。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我想，我们可以在彼此的多了解一点，对吧？主席也蛮赞同咱们两个的。再说了，我也是领导。对吧？我是不会变心的。小宋阿姨，你们拉手干什么？啊，没有。哎，来，你呢？你先玩，我跟阿姨有话说啊。你先玩啊。哎，来来来，我跟你。主席啊！哎呦，任之先生啊！你这是搞什么名堂？一缸红鱼，请主席观赏。
你还是把它拿回去吧。为什么？我没有时间伺候他呀。主席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养鱼也是修身养性，你工作累了看看鱼也是一种休息嘛。这种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我毛泽东没有兴趣。主席啊，我是怕你工作太辛苦，这缸鱼请主席一定收下。哎，好吧，任之先生的一番心意我怎么能拒绝呢。来，任之，请坐。好，坐。主席酷爱书法，百忙之中还练？哎呀，我是半途出家，无师无派，自娱自乐吧。主席是大书法家了，书法气势磅礴，自成一体，跟王羲之的风流潇洒又是另一格局啊。王羲之的字我很喜欢，经常摹写，颇有心得。是吗？没想到主席也喜欢王羲之。这么说，任之先生跟我是志趣相同，都是王家门下的学徒啊。实不相瞒，我藏有王羲之的唐代摹本。哎呀，这可是了不起的稀罕之物啊。当年唐太宗遍寻王羲之的真迹，右军墨宝几乎搜罗殆尽。流传到今天的唐代摹本已经是无价之宝了。任之先生啊，可否借我一看？这个先生叔发过誓概不外借。确实如此。来，自从这件摹本到了我手里从未外借。哎，我这个人不会借了不还的。啊，咱们来个君子协定，就借两个月，怎么样？主席要看，我当然要借。不过两个月啊，两个月太久，那就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也太久。那就半个月，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我一定完璧归赵。啊，好，那就半个月。任之先生如此爽快，够朋友。我也拿主席当朋友，而且是唯一外界的朋友。哎，这就对了嘛，有福同享啊。你们两个在我身边工作，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要说缘分，这是最大的缘分。还是主席给我们牵的线，我和小宋都很感谢主席啊。嗯，最主要的还是你们两个自由恋爱嘛。啊，林根生啊，二十几了？哦，24岁了。嗯，小宋今年有20了吧？嗯，20了。这个年龄该结婚了。过去啊，我们是环境不行，现在好了，啊，有些条件了。你们赶紧选个日子，把仪式办一办啊。主席，现在多紧张啊，要成立新中国了，仪式就免了吧。哎，该办的还是要办，一定得意思意思。